冇啊，老婆，因为我约咗班 friend 咧去打 war game 啫嘛，你都一齐啊？唔制，一阵打翻我块面，我点见人啊？有冇咁夸张啊？梗系啦，我先唔做啲咁高风险嘅嘢。啊，打 war game 啫喎，有几高风险啊？好高风险噶，你系咪唔想带我出去见人啊？我带你出去打 war game， 咪就系带你出去见人咯。唔同噶。Sammy 啊，我想问咧，咩系风险？在投资学上来说呢，风险呢其实就是投资的实际回报和我们预期有不同的可能性。歌仔都有得唱啦，天气不似预期，但要走总要飞。当我们的投资的实际回报和我们预期是有落差的时候呢，其实很多时候都可能是因为即是个投资会有亏损啦，甚至乎是全部的本金呢都是亏蚀晒的。咁其實無論如何咧，其實風險咧就一定會有嘅，無論係大同埋小咧，都會令我哋個投資可能會有所損失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哋需要有回報咧去抵消翻嗰個風險嘅。咁簡單嚟講啦，如果嗰個風險越大嘅時候咧，我哋所需要或者要求嘅回報咧就越大啦。咁係咪即係唔同人就有唔同嘅風險承受能力？咁當然啦，好似你哋打 war game 咁樣，你老婆咧就其實都唔係好中意打 war game， 因為佢咧覺得打 war game 整傷塊面嗰個機會咧，或者個風險咧係比較大嘅。咁而你就冇有怕咁樣啦。咁其實咧，釐定風險承受水平咧，其實係包含唔同嘅因素嘅，例如你嘅年紀啦，你嗰、那個財政狀況啦，你嘅家庭背景又有關啦，亦都係即係你嘅喜好亦都可能有關嘅。咁所以咧如果邏輯嚟講咧，呢啲嘢樣樣個個人都唔同嘅時候咧，每個人嘅風險承受能力咧都係唔同嘅。咁點先知道自己屬於咩風險承受水平啊？首先要知道自己係咩類型嘅投資者。有一個比較出名嘅模型咧，就將投資者係分咗五個類別嘅。例如係個人決策型啦、冒險型、潮流型、守財奴或者係循規蹈矩型。咁知道自己係咩類型之後咧，其實大概你嘅風險承受水平咧都會呼之欲出噶啦。咁但係咧當然啦，你可以喺網上邊揾一啲個人風險承受水平嘅問卷，去可以即係試下自己嘅風險承受能力啦。其實如果你去銀行啦，或者係投資公司去購買一個產品嘅時候咧，咁佢哋通常咧都會係俾一個風險評估問卷嚟做嘅，咁大概係會即係瞭解翻你嗰個投資經驗啦、個人嘅財務狀況啦，或者係喜好等等咧，嚟幫你釐定一個風險承受嘅級別嘅。哦，原來咁，明白曬啦。如果你財經方面都有咩問題嘅話，歡迎你 send email 嚟 wifi_editor@yahoo.com 問下我哋財經專家嘅意見啦。